迄个公开的迄个吼，所以叫我站在这个地方，这样才能够拍到。我同意啊，我同意，很好。哦，啊我，啊那去用，我伊讲讲开放啊，我再抓一个。我叫我来遮讲书法哦，实在是怕怕，怕怕。OK。好，那咱的时间吼已经开始了吼，已经到啊开始了。那咱还是翻到咱的迄个社会秩序保护法吼，第七章第七章吼开始。好，第零七章刑罚与罚则裁量基准要点。第701条，各刑罚与罚则裁量基准点逗号，相关审判人员应注意以下七项裁量要点，那个冒号。01点，造成之实质伤害与实质损害性。02点，是否诚实坦诚犯罪，据点。03点，是否配合调查，据点。04点，是否态度良好，有悔过之心，据点。05点，是否加害者对于受害者有适当之补偿，据点。06点，是否被害者与其家属愿意原谅加害者，据点。07点，社会整体之观感点，以保护社会秩序与培养良善正直之社会风气，据点。第08章，执行刑罚应注意事项与免责条款。第0801条，执行死刑，逗点，应以受刑人较不痛苦与缩短其痛苦时间方式执行，据点。但是有高层在建议啦，他说死刑还是要先鞭刑了，那我说列入考虑，列入考虑那各位不晓得怎么样，那死刑啊，吼，别个编吼，就是人家就是这样讲，他怕打，怕迄好迄疼，死唔惊死啊，唔惊死啊，所以讲爱先行，不过那这个那提到先行啊，了加迄个执行死刑啊，这个是可以来讨论啊，这个我会列入那个我们的那个会议里面来讨论，啊，到时候我们再说了哈。这是临时我讲多的，我们进入那个审核哈。第08章，执行刑罚应注意事项与免责条款。第0801条，执行死刑，逗点，应以受刑人较不痛苦与缩短其痛苦时间方式执行，据点。第0802条，执行鞭刑，据逗点，应考量罪犯之身体状况，并得分批分次执行，逗点，执行前需有专职医生鉴定其身体状况良好，方得执行，据点。对于受刑中
罪犯明显有失去生命与残废之情况逗点，应立即停止执行该鞭刑据点。罪犯受刑中应有医疗紧急单位在旁介护据点。第0803条，执行本法第0801条与第0802条之审判与执法人员拥有本免责条款，逗点，除非能经证实属于明显故意之行为，逗点，并导致受刑犯直接或间接死亡或残废，据点。第0804条，因审判过程有轻忽误判或执法不当导致受刑人死亡、顿点、残废和受罚责，而严重伤害其权益者，逗点，得依本法第1202条请求赔偿基金赔偿。第09章上诉。第0901条，对于依本法之审判得于判决次日，逗点，依法上诉，逗点，最高上诉单位为国安参谋联席会，据点，台湾民政府之司法与人权单位可按实际状况，逗点，得协助上诉人上诉一次，据点。第0902条，台湾民政府相关司法或人权单位认为有主动协助上诉人上诉之必要，逗点，得上诉一次，据点。第10章公开审判与资讯。第1001条，依本法审判之判例，逗点，除涉及国安问题或国安与司法单位认为不妥，逗点，该受刑罚与罚则定验者之姓名，顿点，罪行与处置状况应公开判决资讯于相关国安网站或司法网站，逗点，并应制成网络资料库公开宣导，逗点，以保护社会秩序与培养良善正直之社会风气，据点。第11章义勇行为。第1101条，本法第0201条规定之司法管辖区域内，民众因为制止本法规定第0501条之现行犯之罪行而导致民众受伤、顿点、残废或死亡之义勇行为，逗点，应依本法给予医疗、顿点、补偿和奖勋，据点。本条款适用非本国民众，据点。义勇行为认定由地域内国安单位或司法单位认定，逗点，并得公开于相关国安网站
和司法网站表扬该义勇行为据点。第1102条，为预防紧急事故或于紧急事故发生时逗点，国安单位征调志愿民众或各类专业人士逗点，共同 为保护社会安全与秩序时逗点，适用本法第1101条义勇行为据点。第12章补偿与赔偿。第1201条，依本法第0502条与第1101条逗点，国安相关单位应设置或运用补偿基金与奖勋办法补偿据点。第1202条，依本法第0501条与第0502条受审判后经证实为不适当判决与执法之行为逗点，司法相关单位应设置或运用赔偿基金给予赔偿逗点，国安单位和司法单位应恢复其名誉据点。第13章疑义诠释顿点，处置与审判。第1301条，对于本法有疑义之诠释顿点、处置顿点、审判与判决逗点，国安参谋联席会及直属单位有最高优先果断诠释顿点、处置之权利据点，司法委员会有权得对其诠释顿点、处置顿点、审判或判决提出质疑或不信任逗点，不得要求其并得要求其改善或停止其诠释顿点、处置顿点、审判或判决逗点，上述司法委员会得委请直属平行单位为之据点，但上述于发生叛乱或战争时不得提出质疑或不信任据点。第14章修订。第1401条，国安参谋联席会与司法委员会一致认为有必要时逗点，得召开本法之修订草案委员会，并得经行通过该修订案逗点，修订案需送交台湾民政府中央决策委员会顿点、参议会与众议会备查，并公开本修订案据点。第15章宣告开始与终止。第1501条，本法经司法委员会修订并通过逗点，送交国安参谋联席会逗点，本法于台湾民政府施政当日前，是当日前哈，国安参谋联席会无异议者生效。本法之开始为台湾民政府宣告施政当日实施据点。第1502条，台湾民政府参议院与众议院认为必要时逗点，
应参酌国安参谋联席会意见，做成终止本社会秩序保护法之陈情与报告书，逗点，并送交司法委员会讨论，并议决通过，逗点，并将该终止本法决议送交参议院，顿点，众议院与国安参谋联席会备查，逗点，并宣告终止本法，句点。第1503条，宣告终止本法立日，逗点，回复各级法院之审判程序，句点。啊，那么我们把这个，他那个社会秩序维护法哈，也我们大家都至少看过一次了，至少都哈都已经看过一次，在你的脑中也有一些概念了，啊，你个人哦也有丰富的那个生活经验，你可能碰到有一些什么状况，你可以把它写出来，寄到中央来，啊，上面书。要写是给司法委员会，哦，啊，我们就会来参考。刚才我们刚好休息的时候，就有我们的同心哦，他就来讲，哦，讲一个我听了以后非常非常重要，哦，我们当时说有权决定说战争地区叛乱地区嘛，哦。但是有一通信，他是讲说灾难地区的自然灾害的那个灾难地区啊，哦，这个就没有思考到了，哦，这个就没有思考到啊。那这个我就会很感谢这位通信哈，啊，这就是要集合大家的那种智慧哈，可以使事情呢更完善一点呢，啊，更完善一点哈。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有一个但书啦齁，虽然你是很会用心的那个来提出意见，但是委员会不一定会完全采纳齁，这一点我先声明齁，这一点先声明。好，那么我们的那个社会秩序维护法我们就到这里齁，接下来我们还有时间齁，我们还有时间，我们来进行哦，台湾民政府，台湾基本法，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是我们的母法啦，其实这是我们的母法，啊，就是宪法嘛，啊，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国家，所以因此就只能够用基本法。那么时间够不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看，也就是说让大家引起大家的兴趣，以后也许你回去的时候坐下来，你还是会把它看完，哈，哦，哇，然后提供你们丰富的这个哈，哦，或者有价值的这个意见，这样子哈，哦，啊，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进行这个台湾基本法的这个。大家来审核，哦，共同来审核了，哦，大部分他们都做得很好，但是有一些，哦，是因为从日本的法律去移过来的，哦，所以在那个用法上面，哦，用我这个通顺上来讲可能会有一些不太通顺，但是我们把它改成说我们在台湾适用的，比较听起来比较适用的、比较顺的那个文词的哈。好，那么请各位翻到台湾基本法，第一个前言，有没有哈？前言哈。大概是第一页，因为我拿的是那个第一页，第一页，嘿，第一页，哦，第一页啊，我
我拿的是那个成中医院的那个的那个课程啦，所以不一样，我就不看了。那我最原始的哦 ，ordinary， 这是最原始的哦。啊，已经有改的这样。好，你们是第一页哈，第一页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台湾基本法》前言，《台湾顿点》，台湾周边群岛和澎湖列岛（括弧以下统称台湾）（括弧）是本土台湾人民必须守护的领域。为确保领域内人民与人民与全世界人民能共同合作斗点，取得进步繁荣成果斗点，让民主顿点、自由顿点、和平带来福祉。它的原文是带给恩惠了哈，感觉上好像是不是那个很那个很通顺，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带来福祉啊。那么 ，OK， 好，那我现在哦，暂时就不用我的，用我们这个。哦，阿嘉是核对我这边有改的话，我再提出来哈、哦。那么，从前言我开始哈、哦。前言，台湾顿点，台湾周边群岛和澎湖列岛（括弧以下统称台湾）（括弧）是本土台湾人，这个大日本就改成是本土台湾人民啊、哦，我这边改的是本土人民必须守护的领域。逗点，为确保领域内人民与全世界人民能共同合作。逗点，取得进步繁荣成果。逗点。让民主顿点、自由顿点、和平带来福祉，句逗点。台湾民政府管辖权力源自日本天皇了哈，但是我们已经改成人民了哈。日本天皇阁下天父不可放弃权力及义务和人民的期盼而信托。哦，他这个我们没有那个哈、哦，你我们今天是要把它念过，但是呢，还有一些斟酌了哈、哦，啊，斟酌都不影响那个精神呐、啊，不影响那个精神哦。那按照我们现在手上有的资料哈、哦，手上有的资料，我们来再来念一次，主要就是要帮助大家啊看过一次这样子哈。哦其权力应由人民所组成代表行使。逗点，其福祉由领域内人民分享。句点，这是万国公法与国际法的精神与目的。逗点，台湾基本法以此精神与目的为源。逗点，台湾民政府以天皇阁下诏书顿点，旧金山和平条约顿点，战争法精神与目的而组织逗点，并制定台湾基本法逗点，正如台湾百越千峰逗点，为我挺拔地守护着将来千世万代的人民。据点，这个大致是差不多都一样了，就是说天皇那一部分哦，就有所斟酌了。台湾人民啊，接下去啊，台湾人民期盼和平顿点，
自由顿点，民族顿点，稳定与繁荣已久逗点，深知人类相互关系良好的缘由逗点，是坚信仁慈顿点，公益顿点，和平与自由的基本价值逗点，并一心守护领域内人民安全与生存据点，竭力守护赖以生存而进步的基本价值据点，坚信任何国家都需要尊重基本价值逗点，尊重基本价值必须优先遵守万国公法与国际法逗点，这是经过历史反复教训而实证的法则逗点，也是人类追求并维持国际和平顿点、稳定与繁荣的法则据点。台湾民政府领域内所有人民逗点，是以台湾基本法守护人类赖以生存与进步的基本价值逗点，为了台湾人民的生活和进步逗点，正向西畔边逗点，不舍昼夜绵绵不绝，源源地长河溪流逗点，长流碧绿轻柔低吟，永远地川流不息句点。好，翻过第二页啊，前面是前言哈，接下来就是内容了。那么第零一章国际关系，第零二章基本价值与立法精神，第零三章社会风气与文化，第零四章台湾人民的权利与义务，第五章政府分权原则，第六章国会挂乎议院啊，那个国会跟议院其实是一样的哈，我们一般都是在讲国会，但是台湾并还不是一个国，所以就必须要把它挂乎啦，就是说用议院呢，哦，议院。第零七章行政，第零八章司法，第零九章地方自治，第十章财政与预算，啊，第十一章集体安全，第十二章修订，第十三章最高法规，第十四章补责。好，我们从第一章开始。第零一章国际关系与台湾民政府，第零一条大日本帝国宪法涵盖在台湾领域实施万国公法顿点，旧金山和平条约逗点，确保天皇阁下对台湾人民与领域保有权利顿点、责任与义务据点，天皇阁下与台湾人民及领域有天赋不可分离的权利和义务据点。第零一零二条万国公法与美日安保条约逗点，日本政府与台湾人民与领域有安保的关系据点。第零一零三条根据万国公法顿点、国际法顿点、旧金山和平条约与美国最高法院相关判例逗点，确定美国与台湾占有占领地的关系逗点，台湾人民与领域依法受美国无可推卸守护的责任据点。
第零一零四条，为守护台湾人民与领域斗点，美国总统与台湾人民依法组织并成立台湾民政府领导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据点。台湾民政府在台湾领域内斗点，依国际法设立台湾管辖当局据点。第零二章，基本价值与立法精神。第零二零一条，仁慈顿点、公益顿点、和平与自由是万国公法与国际法的精神斗点，是基本人权斗点，亦是本法定义下的基本价值与立法精神据点。第零二零二条，仁慈与公益要一并衡量，才能产生和平的结果斗点。和平的结果是自由斗点，是人民得依法之自由斗点，人民与政府运用本法时斗点，应遵守本条精神斗点，不得滥用基本价值据点。第零二零三条，台湾民政府各单位需依循基本价值行事斗点，遵循基本价值行事才能进步与繁荣斗点，进步与繁荣产生的福利由领域内人民共享斗点，进步与繁荣是共同的目的。据点。第零二零四条，基本法的宗旨是遵守明治宪法顿点，万国公法与国际法，并保护基本价值据点。侵犯万国公法顿点、国际法是严重侵害基本价值斗点，皆是违法与无效的行为据点。第零三章，良善正直的社会风气与文化。第零三零一条，坚信维持领域内人民的安全与秩序之根本斗点，有赖于台湾人民良善正直的社会风气与文化斗点，确信所有的法律规章包含万国公法与国际法的维系根基在于人民的良善正直据点。第零三零二条，所有的法律与规章由社会风气与文化构成据点。第零三零三条，根据第零一零一章国际关系与台湾民政府下第零一零一条至零一零四条斗点，日本与美国是台湾人民与领域斗点依法有紧密的国际关系。第零三零四条，文化与语言应以能促进社会进步与繁荣之方式为之斗点，由官方制定相关法令规章据点。翻过下一页，第零三零五条，为富裕良善正直的社会风气与文化斗点，台湾民政府依此原则律定相关维护良善正直的社会风气与办法斗点，
例如社会秩序保护法与其他相关的法令和规则。据点第零四章台湾人民的权利与义务，第零四第零四零一条，台湾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斗点负责由领域内人民依法规享用。据点全台台湾全体人民都应受到尊重。据点第零四零二条，台湾人民之相关国籍身份认定，斗点由台湾公民权利法案认定，斗点并依其定义在台湾的人民何者为台湾公民。据点第零四零三条，台湾公民斗点享有生活与医疗权利，斗点并享有教育之权利和义务，斗点教育一律免费。据点第零四零四条，婚姻与家庭以一男一女意愿顿点自愿与合法为基础成立，斗点婚姻的有效性以实质与合法为有效原则，斗点政府依法保护此权利。点第零四零五条，对于台湾公民之死亡与安葬问题，斗点家属自愿得由政府为之。据点第零四零六条，保障妇女自愿怀孕的权利，斗点政府应专法与专款保障妇女怀孕与生育的权利。据点第零四零七条，不得虐待儿童，斗点对于无谋生能力且生活实际困难的老人，斗点政府应保护与收容。据点第零四零八条，保障领域内人民的居住权，斗点人民应有固定合宜居住的居所，斗点政府得依相关法律保障。据点第零四零九条，台湾全体人民有劳动的权利与义务，斗点有关工资顿点劳动时间顿点休息与劳动基本条件，斗点政府应以法律与规定保护。据点第零四一零条，为保障劳动者与消费者，斗点政府应设立各种职业协会，斗点专业协调保护劳动者与消费者，斗点以促进经济进步与繁荣。据点第零四一一条，政府不得任意侵害合法取得的财产，斗点人民合法取得的财产权应保障。据点人民财产若为公共建设，顿点社会福利与集体安全经政府征收，斗点应适当或全额以上之相当补偿。第零四一二条，本法第零二零一条至第零二零四条保障基本价值，斗点人民得依基本价值抗辩，斗点但侵犯基本价值者不得以此抗辩。据点人民得依基本价值向政府和市政府和平争取权益。据点第零四一三条，台湾人民在
由官方单位人员的不法犯罪行为受到侵害时，逗点，得依照法律规定，逗点，向政府相关单位提出赔偿的要求，句点。第0414条，不经法律程序与授权，逗点，不得任意拘捕人民，顿点，不得剥夺人民生命与自由或处以其他刑法处分，据点，人民有权依法接受公开审判与判决，据点。第0415条，除现行犯以外，逗点，无任何司法与国安单位之授权，逗点，严禁官方任意滋扰人民，据点。好，下一页，第0416条，刑事被告有权询问所有证人充分机会。所有证人充分机会，逗点，并使得公会通过强制的手续为自己寻求证人的权利，据点，刑事被告随时都可委托合格的辩护人，被告逗点，被告本人不能委托时由政府提供，据点。第0417条，以强迫顿点，拷问审判或威胁取得的口供，逗点，或非法长期拘留后之口供，均不得列入证据，据点。任何人的依据是对自己自白是唯一证据时，逗点，不得被判罪或科以刑罚，据点。第0418条，台湾民事案件有权接受法院程序审判与裁决，逗点，区域内无法院时得接受军事法院审判，据点。第0419条，台湾人民有缴税的义务，逗点，但需依照相关国际法与相关法律规章，逗点，应另行规定，据点。第0420条，为了领域内的集体安全，逗点，台湾公民有权依照国际法维护集体安全的责任和义务，据点。进入第五章，政府分权原则。第0501条，台湾民政府以国会、顿点、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为准则，据点，国安相关单位依国际法是美国相关单位，为了守护台湾人民与领域集体安全与秩序的单位，据点。第0502条，国会是政府最高权力机构，逗点，是立法机构，据点，最高领导机构是台湾民政府参议院与众议院，据点，国会一词定义称为议院，据点。第0503条，行政权属于内阁，据点，最高领导机构是台湾民政府行政主席，逗点，实施单位称为内阁总理府，据点。第0504条，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由相关规定设置的直属法院，据点，最高领导机构是台湾民政府司法院，据点。第0505条，
国安单位最高决策指挥单位是台湾民政府国安参谋联席会据点。第0506条，台湾民政府为配合地方自治斗点，政府相关单位由中央顿点、州与郡斗点共分三级政府所组成据点。进入第六章，第06章国会挂符意愿挂符。第0601条，台湾民政府国会挂符意愿由参议院与众议院构成据点，州议会由州参议会与州众议会构成据点，郡由郡议会单独构成据点。0602条，参众议院的议员构成斗点，相关单位依照国际法斗点，授权台湾民政府依法组成据点。第0603条，台湾民政府各级参众议员斗点，依国际法是台湾各地区公民中合法的代表据点。第0604条，任何议员不得担任其他议院或议会之议员据点。第0605条，两院议员在议院开议中所为政务所做之一切演说、顿点、讨论与表决、斗点，享有免责权。据点，好，请翻过来。第0606条，议员在议院开议中不得逮捕，但是重大国安与刑事案件除外。斗点，执行逮捕需通知议会。据点。第0607条，预算案必须在众议院提出。据点。第0608条，缔结条约必须经国会挂符参众议院挂符同意。斗点，但是不得违反万国公法与国际法相关规定。据点。第0609条，参众两议院得各自进行政务调查，并为得以此要求证人出席。提出证言及记录。据点，两院结论不同意见时，由参众两院先协调之，或直接由内阁行政主席团决定。这一条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啦哈。他是说那个他们参众两院，他们意见不合的时候，就是先协商嘛，然后先协商啊。假如就是议长哈，两院的议长来协商，或者议长、副议长四个人去协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那就要新的，这是新的，这个是旧的哈。新的就是说要交由州参众议院的那个。正副议长，州的，那州六个州嘛，就12个人呐、啊，那就多出12个人呐、啊，那人由他们自己再去做协商，最后做成决议这样子，会改成这样。他是说他这个改，你这个内阁行政主席团
这个是要改的，这是要改掉，这是由参议院议长哈张议长哦他提出的。OK， 这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最后的那个 final 那出来的时候，大家再看一下。All right， 有直接就是，好，在0610条，台湾民政府内阁行政主席之政务委员窦典为议案发言，均随时得出席议院会议。窦典另外被议院要求出席作答辩时，必须出席。窦典得与其他直属政务官一同出席窦典，但需议会同意。据点。第0611条，参众议院应设政务调节委员会。窦典有争议之案件，得由第三公正之议院调节委员会调节或裁决，以利政务之推行。哈，这一条也会我会有更改了哈。不过大家那个知道就好。好，第012条，其他未规定之议院相关事项与细节，窦典得由议院相关法律与规章另行规定。据点。这是第6章，接下来我们进入第7章，第07章行政。第0701条，台湾民政府内阁构成，窦典相关单位依照国际法，窦典授权台湾民政府依法组成。据点。第0702条，内阁各部大臣由台湾民政府内阁行政主席团议定组织。据点。行政主席与各部大臣不得兼任其他官方或民间之正式职务。窦点。必须由官方文职人员担任。据点。军方与国安单位人员亦不得充任。据点。内阁需向国会挂乎议院负责。据点。第0703条，内阁行政主席或总理大臣议定后得更换各部大臣。据点。第0704条，总理大臣代表内阁向国会挂乎议院提出议案。窦典就一般政务及外事关系提出报告。据点。第0705条，内阁除执行一般行政事务外，窦典执行下列各项事务：冒号一点，诚实执行法律，窦典总揽政务。据点。二点，处理外事。据点。第三点，缔结条约，窦点但必须在事前，窦点或根据情况在事后获得国会挂乎议院的承认，窦点但需遵守万国公法与国际法。据点。四点，按照法律规定的准则，窦典掌管有关官员的事务。据点。五点，缔造并向国会挂乎议院提出预算。据点。六点，为实施本基本法及法律的规定而制定政令。据点。但在此种政令中，窦典除法律规定授权者外，窦典不得制定法则。据点。下一页。第0706条，法律与政令均由主管的各部大臣署名，窦典且必须有内阁总理大臣的联署。据点。
第零七零七条，在职各部大臣不受公诉逗点，除非内阁总理大臣同意据点，但此项规定不妨害公诉的权利据点。啊，第零八章司法，第零八零一条，台湾民政府司法院构成逗点，相关单位依照国际法逗点授权台湾民政府组成据点。第零八零二条，台湾民政府司法院有权就立法有关诉讼手续论点、律师论点、法院内部纪律以及司法事务处理等事项制定规则据点。法官与检察官必须遵守司法制定的规则据点，司法院得将制定有关直属法院规则的权限委托给直属法院据点。第零八零三条，台湾民政府司法院议定后得更换直属法院之法官与检察官据点。第零八零四条，法官的惩戒处分不得由行政机关行使据点。第零八零五条，台湾民政府司法院有权判定一切法律论点、命令论点、规则与处分是否符合台湾基本法的终审据点。第零八零六条，第零八条，法院的审讯及判决应在公开法庭进行据点。如经全体三分之二法官议决认为有碍社会安全论点、秩序或良善政治风俗之余时逗点，司法的审讯可以不公开进行据点。本基本法第零四章所保障的台湾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成为问题的案件逗点应公开审讯。这是第八章，然后进入第九章。第零九章地方自治。第零九零一条，州与郡政府组织及营运事项逗点，得参照本基本法之第零六章国会挂乎议会第零六零一条至第零八章司法第零八零六条逗点，依地方自治精神设立据点。零九零二条，地方政府之州与郡有管理财产顿点、处理事务与执行行政的权利逗点，得在法律范围内制定条例逗点，依地方自治精神为之据点。第零九零三条，仅适用于单独的州或郡的特别法逗点，根据法律规定逗点，非经该地之州与郡议会同意逗点，国会挂乎议院不得制定据点。零九零四，其他地方自治不足之法律与规章逗点，另行规定据点。啊，第十章财政与预算。第一零零一条，处理政府财政的权限逗点，必须根据国会挂乎议院的决议行使之
据点。第1002条，新课征税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逗点，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之条件做根据，据点。第1003条，政府费用的支出或政府负担债务逗点，哦，前面也是一个逗点哈，必须根据国会挂符意愿决议，据点。第1004条，为补充难以预见之预算不足逗点，得根据国会挂符议会决议设置预备会逗点，由内阁负责其支出，据点。所有的预备会之支出逗点，内阁必须于事后取得国会挂符意愿的承认，据点。第1005，你们还有多少时间？14分钟是吧？哦，15分钟 ，OK， 好，那我想我们来得及的，来得及哈、哦。好，第004条，为补充难以预见之预算不足，逗点。得根据国会议员，哎，这个已经念过了嘛，哈。好，第1005条，公款以及其他国家财产逗点，不得无偿为宗教组织或团体使用顿点，提供方便和维持活动之用逗点，也不得供不属于公家的慈善顿点。教育或博爱事业支出或利用，据点。哦，这一条哈、哦，可能会有一些争议的哈、哦，有两方的那个辩论，有些是讲你太严格的哈、哦，你影响到了那个一些活动都没有办法弄嘛。啊，你假如说你开放，假如开放的话，那政府他是不管这个民间的这个组织啊。他不能去那个，哦，所以哦，这两方的那个取舍还在讨论之中，哦，讨论中。这个我了解了，因为我也办过很多的活动哦，也都是必须要向政府的那个借场所啊，或是申请什么哈、哦。但是这个还在争议之中，我只是顺便提一下。第1006条。单位会计编列方式应成为编列预算的准则，以利预算整合规则，规划，据点。预算得编列一年计划，逗点，但应逐季审查其使用状况并检讨，逗点。有重大编列与实际状况出入时，得修正年度预算，逗点，以利政务实际之推动，据点。第1007条，内阁必须定期，逗点，应每季或至少每年一次，逗点，将政府财政状况向国会挂符议院及人民提出报告，据点。预定之编列以逐季编列与审查为准则，据点。第1008条，台湾民政府所有的支出决算，逗点，一律由政府会计与审计单位审查，逗点。内阁必须于下一季或年度将决算和审查报告一并向国会挂符议会提出，据点。会计与审计之组织及权限，逗点，由法律规定，据点。第1009条，编列与国会挂符议会通过预算之原则，逗点，应注意整体之劳动力与资源可以承载之状况，逗点。
对于预算之编制应有计划与妥善有效率的运用整体劳动力与资源。据点有效率的定义是整体劳动力顿点资源与预算投入越小和产生的综合效率乘数越大。据点第1010条，预算的编制应将经常性预算与投资预算分开审查。逗点，因为投资性预算会扩大将来经常性预算规模。谢谢。逗点，使将来整体财政陷入困境。句点，经常性预算应每年考虑其效率。据点，投资性预算逗点应考虑整体国际环境与台湾人民之就业率充足等总体经济评估。据点第1011条，中央与地方之经常性预算应按比例分摊原则。逗点，中央与地方之预算编列原则应注意适当性。顿点，责任与义务之分摊比例为原则。哦，这个少了一个句点哈。第1012条，国会挂乎议院审查预算原则应将可能没有重大意义争议之预算排入优先程序。逗点，以利政务之推动。逗点，对于可能有争议预算应排入次顺序议程，有重大争议得依法第0611条规定送交裁决。据点，第1013条，为保护社会安全与秩序。顿点，集体安全和维系台湾与美日国际关系。逗点，国安及外务单位的预算应独立编列经行交送交特别审查。逗点，独立编列与特别审查的方式另行定之。据点，第1014条，为执行第03章良善正直的社会风气与文化，第0301至第0305条之长远目标。逗点，针对所述内容的必要预算。逗点，应有长远计划和适当。顿点，充足与优先预算编列。逗点，并期待国会挂乎议院以富裕原本良善正直的社会风气与文化为念。据点，第1015条，其他预算编列规则与准则。逗点，另行规定。据点，第11章集体安全，第1101条，依据万国公法。顿点，国际法。顿点，旧金山和平条约等相关国际法与美日安保条约。逗点，相关单位应依法守护台湾人民与领域集体安全。逗点，领域内涉及集体安全由国安参谋联席会议决策与指挥。据点，第1102条，为了守护台湾人民与领域内安全。逗点，以及防备台湾特殊地理环境下天然灾害之紧急处置。逗点，得依相关法令行使集体安全。逗点，并由国安相关单位统筹与指挥。据点，第1003
第1103条，国安相关单位执行集体安全行动时，都得应遵守万国公法与国际法和旧金山和平条约，不得逾越。第1104条，为了台湾人民与领域内台社会安全与秩序和集体安全，都得相关法令另行编转专法据点。第12章特殊条款，第1201条，台湾领域内高沙族是台湾特殊与荣誉之族群，逗点，其诚实与良善正直之族群风气，符合第03章良善正直的社会风气与文化所列之精神，逗点，高沙族其特殊法律与规则和预算之编列，逗点，以专法特别规定，据点。啊，第13章最高法规，第1301条，本基本法对台湾人民所保障的基本价值与人权，逗点，是人类为争取自由经过多年努力的结果，逗点，此种价值观念已于过去历史几经考验与证实，逗点，被确信为现在及将来台湾人民与人类不可侵犯的永久权利，据点。第1302条，本基本法为台湾民政府最高法规，逗点，与本基本法条款相违反的法律，顿点，命令，顿点，以及有关政务的其他行为的全部或一部，逗点，一律无效，据点。1303条，台湾民政府所有官员，逗点，均有尊重和拥护本基本法的责任和义务，据点。第14章补则，第1401条，本基本法自台湾民政府始政当日起开始施行，据点。第1402条，第01章第0101条至02章第0204条是本基本法母法之万国公法，重点，国际法与基本法之精神条款，不宜直接修改或删除，逗点，若仍需修改或删除，逗点，应于该章节后面另列条款，另列条款修改，逗点，同时应于各章节后面另列新条款，逗点，其余本基本法之章节与条款不在此条之规定。这条大概就是主要就是说不得违反那个国际法啦，哦，就是最这个那个啊。最后一条，第1403条，本基本法之通过与修订，需由国会依法为之，据点。 OK 啊，大家很辛苦哦。对，我在那，终于哈，把那个基本法跟那个社会秩序法、保护法哈，把它看完了一遍，哦，至少在大家的那个脑中啊，有一个概念，将来我们出来执政的时候，你们各位都是行政长官，哦，各位你至少要知道什么样，我们是要走什么样的法。什么样的 那些基本概念大家都已经具备了，啊，假如各位回去你们认为说还有你们更好的这个意见，哦，更好的意见，请用书面写信到中央，上面署名，司法委员会，
收哦，四万委员收，那我们就会把你们的你们意见就来提出这个参考哈、哦。但是在这里很抱歉，就是说不一定你的建议不一定就会通过了哈、哦。但是呢，我们一定会尊重各位的那个意见。好，我们今天的课到此哈、哦，谢谢，谢谢。各位议员，各位同心注意一下哈，等一下你们吃饱饭以后，记得到你们的床上，把你们的枕头套、被套、那个床垫套分开放，不要叠在一起，分开放。